来，我们再这一次，再一次让你对八秒。好，我们先让你看曝光的颜色有没有变得比较白，这是黑色，这是黑咖啡。来，我们下来，我们故意特写，用录影的方式对八秒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好，有差了哈。来，你看，我们再来，51:1跟52的也是一样，我们用对八秒的时间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等一下。来，我们拉高，我们让你看曝光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蓝色很明显哦，它没有那很蓝哦，很白哦，很蓝白的样子。来，我们下来对八秒，对八秒就是我们跟原始的皮革最接近的颜色。好，好，现在到52号了 ，OK。